今天呢，抢救工作进入第四天了。晚间除了25户青岛户之外，其他的居民终于可以返家居住。有住户拖着行李说很开心，回家才有温暖。但是也有人还是很担心目前建筑物的监测结果。虽然现在安全无虞，但是难保以后不会再出事。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强调，明天就会申请对基泰建设第二波假扣押，也怒批基泰董座，现在是要负责任的时刻，不是辞职离开的时候。台北市大直接塌陷现场，经过连日紧急修补时候，傍晚完成回填作业，住户也终于能回家了。回家也很温暖嘛，当时很高兴了哈，谢谢各级台北市政府各级的人员，大家都很辛苦。除了25户塌陷户之外，其余建筑物监测结果安全无虞，北市府通知住户可以返家。受困在地下的猫咪阿花上午也顺利被救出，让焦急的四主松了一口气。但还是有居民担心，现在建物没有安全疑虑，难保以后不会再出事。他们都非常的担心，这房子本身就是比较老了，那如果他们前面的要重建的话，我们势必有二次伤害，这是我们200%的疑虑，希望政府能够正视我们这一些没有受害那么大的人，能够让我们一起重建我们的房子。住户会担忧不是没道理，因为一回家就发现里头墙壁地面布满大小裂痕，实在很难住得安心。不过青岛的25户确定要被拆除，这些受灾户连家都没得回。这是他怎么发？我们怎么知道去哪里领？一点诚意都没有啊，有什么用啊？我讲去哪里领？点对啊，我们现在老百姓都需要的就需要有现金可以用，你画一个大饼在那边。这个时间点是要负起责任的时候，好，并不是要辞职离开的时候。家没了，生活全乱了套，居民对求偿的漫漫长路担心又彷徨。市长蒋万安在安置户义务律师咨询会挂保证，一定做最强后盾。后续还有25户受灾户的部分，以及后续重建的部分，会有第二波的假扣押重建。财务损失等相关费用，我们都会一并纳入在我们扣押申请的范围之内。受灾户房屋拆除后，未来朝公办都更方向办理，是否规划南港社宅，先让他们暂时居住，重建家园还有很长一段路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